好，来看双方的第一局。两个人之间非常的熟悉啊，所以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就形成第一分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多板数的相持。开局后两个人并没有围绕着反手展开争夺，而是在正手的这种相持对抗上，而且孙颖莎我觉得在发动的正手要更积极一些。来看王曼昱的这两分发球的处理，王曼昱也在快速的去提速发动，两个人现在呢在场面上都是在抢先上手，谁能够占据主动的这种上手的态势，后续的衔接当中才能步步的去完成这种高质量的衔接。哇，孙颖莎果断的变直线，这一板变得很快啊。连续的给到了王曼昱的追身位，其实这个球王曼昱一直想要去加质量然后再转回反手，但是孙颖莎呢压得很紧。在落点上去调动孙颖莎，两个人今天落点打得都非常开啊，第一局开始落点变化就非常大，几乎是全台的这种来回的调动，并没有像我们常规的印象当中两个人先会从反手来进行相持对抗然后再去展开其他的落点变化。3-7，
两个人现在有点这种都是啊，进入到了自己的节奏当中，而且都是在试图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把对方拉入到自己的节奏里。我相信这种拉扯的局面还是要再维持一段时间，所以对于双方来说，谁也不能有任何的质量的松懈、落点的这种让步。这是一个带网的意外球啊，王曼昱扑救的非常的积极，得分后孙颖莎也是举手示意。9-7，现在双方的分差缩小到了2分。今天是第一阶段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所以我们看现场的球迷朋友也是非常的多。9-7。关键的比分上，我们看王曼昱的拧拉非常的坚定，而且落点是给到了孙颖莎反手位偏中线的位置上，扳平了比分9-9。这几板的上手呢，王曼昱的旋转加得很足。这个球其实孙颖莎是想要去顺势啊加一板质量撕回来，但是旋转有一些超出了她的预期。侧身后连续的正手锁斜线，这样的话王曼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超了比分，以11-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刚刚其实在9-7领先的那2分，我觉得如果稍微处理的再好一些的话，第一局啊孙颖莎是可以拿下的。所以我们说两个人特别熟悉，尤其实力又是非常这种伯仲之间的情况下呢，很有可能一两分就会决定这一局的走向。
不过两个人的比赛确实每一次的交手都非常的精彩。1-2。现在王曼昱的节奏要逐渐带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孙颖莎来说可以加一些旋转的控制。3-3。王曼昱现在还是围绕着落点上会有更多的想法，这一版的上手也是在正手的台内小半高上，想要去晃拉一板直线。擦网重发，3-3。3-3。一个擦边球，那比分还焦灼的上升，来到了4-4。
这几分孙颖莎的节奏要稍微放慢了一些。王曼昱呢，其实这个时候反手如果面对这个球弧线比较高的时候，整个人现在站位有点靠近啊，离台比较近，所以容易出现刚刚这种被顶到的情况。这发球反手去压直线，6-5。这球落点啊，我们注意到还是有变化的。发完球之后，在王曼昱拧起来之后呢，孙颖莎是给到了偏中线，而且我们看这个衔接的很紧，直接是顶到了王曼昱。第二局的中段开始，孙颖莎有一些节奏的变化了。发球轮次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看看王曼昱的这两分发球，勾手来到了孙颖莎正手短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台内半高球，果断的挑打斜线。关键的比分上，王曼昱再次的去快速碾拉上手，7-8。这个球看到了王曼昱在反手相持当中一直想要寻求机会去侧身，所以这一板孙颖莎是想要掰开更大的角度去到王曼昱的反手底线的外斜线位置啊，但是有一些着急出界了。连续的控转反手上手形成相持，果断的反手掰开了正手位的大角度，两个人今天比赛确实我觉得变化都非常的快，战术的调整包括出手的衔接速度啊，质量要更高，因为知道稍微一旦自己变得慢了一些或者上手不是特别主动的话，就会容易落于下风。这一板是王曼昱的率先发动，形成反手主动起板过后，果断的侧身去正手锁直线，8-10。双方还有一分的分差，来看孙颖莎的这一分发球的处理。其实这个时候发球的中心思想还是要去限制王曼昱的这种高质量扭拉上手，
正手短回摆形成僵持压中线，压到了王曼昱中线，这一板王曼昱是快速的回带了一板，但是呢面对这样的机会，孙颖莎还是有一些着急，想要去穿开王曼昱反手位外斜线的角度，这个球有些着急。我们看其实这个落点和战术的意思啊，意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个球王曼昱一直在撅得很转，所以在很转这个球不太走的时候，孙颖莎如果借不到力，整个人又不是特别合位的话，去掰开斜线这么高质量，他这种风险是很高的。我们看王曼昱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双方进行的两局比赛都是11-9的比分，非常的焦灼。孙颖莎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第三局的开局一定要调整得更快。这个半平台王曼昱发的质量比较高，就是将将啊一个出台的位置上。连续的两分的发球直接得分，2-2。连续的控短，王曼昱上手，孙颖莎正手带回来斜线。感觉两个人在第三局会在正手位的相持当中发挥的比较多。哇，好球，确实好球，这个球孙颖莎发动的很主动啊。我看发完球之后呢，也是在反手对住一板之后果断的去转正手，而且落点也是来到了王曼昱的反手位和正手的两个底线，不过这个球正好是被王曼昱正手带住回了斜线，而且是借到力量了啊，借力直接是掰开斜线，速度非常的快，3-3。一个擦网球。思考了片刻，
还是在落后一分的情况下，孙颖莎叫了暂停。因为大比分0-2落后，现在在第三局开局后呢，领先的情况下又被对手啊拿到了比分的领先，所以孙颖莎现在及时的叫了暂停。我们看到陈梦也是在和孙颖莎进行这种非常积极的沟通。暂停回来，还是在相持段当中啊，把这种反手的节奏压得很快，所以一旦这种连续的快节奏的强压呢，会让孙颖莎在转正手的时候啊，会有一些顾忌。因为每一板节奏都很快，一旦转到正手的时候，稍微前一板孙颖莎反手这个质量没有出来，没有压住对方的话，转正手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失误的情况。孙颖莎也是在积极的追分，刚刚是在接发球的阶段当中，在台内球啊依旧是拧到了王曼昱的中线位置，而且速度很快。其实现在如果台内拧拉上可以选择好的落点的时候呢，可以减一些力，然后加一些突然性。王曼昱的果断变线，其实两个人这个球并不能算是攻防的局面，因为我们看孙颖莎在反手回球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味的去防，而是在顶的这个劲儿去撕，连续的去给到了王曼昱的右半台，算是右半台，但是右半台的落点又略有不同。
8-7，看看这一分王曼昱要不要叫个暂停。没有。这个球孙颖莎是给到了王曼昱的反手底线，稍微有一点被顶住，没有完全让开位，而且旋转加的有些弧线造的太高，出界掉了。现在孙颖莎扳平了比分，来到了8-8。这一分太关键了。哇，确实好球啊，孙颖莎非常的主动，而且这一分在前几板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孙颖莎一直在伺机的要去侧身，当转到正手这一板的时候，质量你看斜线这点拉得非常的高，然后带了回来又是带到直线，侧身一板正手的大角度也拉得很开，但是王曼昱的这一板反手啊真的非常的顽强，精彩。9-9，因为现在反手的相持对抗当中呢，两个人都足够优秀，所以都在寻求在反手相持当中主动的去侧开身转正手来解决问题。王曼昱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10-9。形成相识后，孙颖莎还是坚定在反手的发力角度上掰开斜线的大角度，反超了比分。现在孙颖莎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第三局的局点。两人打的都很耐心啊，那这一分孙颖莎的控制我觉得做得很好啊，没有去急于一个发力，压住了节奏和落点之后呢，转到正手果断的在正手上手这一板把角度拉得很开，而且是有点看有点砸过来的感觉，所以这个球弧线很低，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精彩，两个人现在打的三局啊，每一局都是占到最后一分。孙颖莎扳回了一局，现在场上的大比分来到了2-1。
第一分就形成了正手远台的相持对抗。现在两个人还是在比赛当中不断的调动，这就是孙颖莎和王曼昱两个人的比赛的状态，一定是在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双方都在不断的去调动自己。2-2。考验坚定度，同时也考验在台内斗短当中的耐心程度。4-4。见孙颖莎反手去撕开斜线，这一板加质量的处理啊，节奏可以放慢一些。因为这一板现在出手大部分都是出界的情况，如果出界的话可以把节奏再放慢，然后再去给出来这一板。哇，王曼昱的护台面积确实非常的大，能力非常的强啊！这个球孙颖莎拉的角度我们看啊，已经很开了，带了一板，但是还是给压了回来，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也是让孙颖莎在补位上没有完全的跟得上。5-6，孙颖莎底线长球之后，依旧是围绕着中线。
这盘转正手稍微有一些勉强，而且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可以去拉开斜线的角度，线路更长，这个球的保险程度会更高一些。7-5。哇！哇，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掌声要送给双方的选手啊！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顶住了王曼昱连续的三板反手，然后变了一个非常大的角度的直线。面对这样的一个高球啊，孙颖莎也是积极的去扑救，但是两个人在追身位的时候，我们看王曼昱的因为位置啊让得更开，所以他这个正手的照顾面就会更广。形成反手相持，转正手，孙颖莎转正手，漂亮。王曼昱请求暂停。还在有两分的领先优势的情况下，王曼昱叫了暂停。6-8。在手握发球轮次的情况下，孙颖莎寻求了一个主动的发球抢攻。还是想试图在衔接上加质量，这种威胁体现出来啊。但今天确实孙颖莎在追身位这个正手啊，感觉失误的稍微有一点点多。是在不停的追赶一分的分差。
这应该是一个运气球啊，擦边了应该是。王曼昱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刚刚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回放是擦边了。还是劈场给到王曼昱的中线位置，拧起来后，孙颖莎在回球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在斜线大角度这一段出界啊。这样的话，王曼昱也是以3-1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为山东鲁能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现在山东大学是在场上的大分啊，落后2盘。我们看这一盘的单打对决，两个人打了4局啊，11-9、11-9、10。